北京收获很多，学习到很多。经过四年的学习，这次美好乡村研修班的学习已经结束了。我们也要准备回去，赶到机场坐飞机了。走吧，这马上就到了。因为我们的飞机都是一个时间的，虽然不同地方，但是差不多。上飞机的时间差不多了，我是八点多，小六哥是七点多，那我们就结伴去机场。那我们就先去找点东西去了。这有牛肉面，看一下。不是，在这边的话肯定是有，跟家里面不一样哈。没事，小乔，半夜才到家，不吃点也不行啊。吃点吧。是的，我们到家的时候十二点多了。翻哪一款？我看看哈。我喜欢这个番茄牛肉。番茄牛腩哈。还有米饭，还有面。我也要个面吧。汤面肉蛋双飞，要这个汤牛肉面。好吧，那就这两个了啊。要一个骨汤，一个牛腩是吧？对对对。行，好。谢谢。好大一份啊！谢谢。谢谢。这边还有小菜是吧？对。还有花生，木耳。这好丰盛啊！对对对。有汤有肉。来，勺子。小六哥吃吧。拿你的勺。谢谢。然后醋跟那个辣椒要不要放点？辣椒可以放一点。对，就是放辣椒更有味一点。就是醋，我就不喜欢吃。我喜欢吃醋。倒点醋。放一点点吧，不知道有多辣。开动了，朋友们。我一放点。哇，这么长一条。面看上好像劲道了，别说，真的，这个面真的是有点筋道啊，筋道哇。还不错，蛮有味的。饱了，还有饱了吗？还有点嘛。我们呢，一定要把那个学习到的东西，用到实践上去，好好的就去，为家乡的山林事业做服务。对，这几天确实学到了很多很多东西，之前没有接触到的一些管理啊，还有一些什么，电商方面的知识，确实特挺实用的。那我们吃完面呢，就各自上飞机了。好了。好吧，那咱们就好好加油。好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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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让我们回去之后好好为家乡多做点事。加油，拜拜。谢谢大家。